我们是要对评论的回复去进行一个回复。如果这样说的话呢，我们的文章可能会有好多的评论。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回复的具体是哪一条评论，所以是不是先把我们的所有评论去获取一下。那么我们在上面给他获取一下所有的评论。那怎么去获取呢？首先第一步我们肯定是要去我们在这里备注一下，获取当前的文章信息。我们要获取当前到底是哪一个文章，那么我们来这里写一下 article 等于一个what db.collection， 然后呢把我们的文章表给它传进来 .doc。 doc 是什么意思呢？doc 就是直接我们获取具体哪个文章。我们把 article id 让我们给它传到这里，然后 .get， 这样是不是就能拿到我们具体的文章信息呢？拿到之后我们要获取当前这个文章里面的所有评论。那我们去这里声明一个 commit 等于谁呢？是不是等于它 .data 下面的第0项，因为我们获取的它永远都会是一个数组嘛，我们只获取了一条，那数组里面就只有一条。我们用下标是0的方式呢取到了当前这一个文章的对象，对象呢我们再拿到我们的评论 commit， 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了所有的评论。获取文章下的所有评论，然后我们去给它打印一下我们打印一下 commit， 我们看拿到的是一个什么我们把它转成字符串保存一下，然后我们来到下面，我们把它不去进行具体的操作，我们给它注释掉呢，然后我们去上传一下，上传并运行，我们看一下结果，看我们拿到的评论对不对。上传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不用看清我们具体有什么内容，只知道我们的评论内容其实是已经获取成功了。然后同学们跟着我的步骤呢具体去操作一下，看一下下面的这些返回的内容跟我们之前保存的是不是一样的。当前你的文字可能有点小，可能会看不太清，所以同学们自己去试一下，成功之后呢我们再去进行接下来的操作，再把它复原一下，把它删掉。我们拿到所有的评论之后，我们要知道当前你回复的具体的是哪一个评论，所以我们回到下面。那么我们先获取评论的一个索引，就是我们具体的回复的是哪条评论。那怎么做呢？我们先给它声明一个 commit index 等于什么呢？等于 commit 点，我们使用一个 find index， 我们使用这一个方法，然后它会给我们返回一个回调。回调里呢，我们先使用箭头函数去给它写一下，它返回了一个什么？它返回的是每一项评论的内容。每一项评论的内容我们找到什么呢？我们找到它 commit id 等于 commit id。 那么这个 commit id 其实就是我们云函数传进来的 commit id。 如果当前我们传进来的 commit id 呢等于我们去循环获取的评论里面的 commit id， 就表示当前是我们需要的数据。那么 find index 呢就会返回这条正确的数据下标索引。索引我们获取到了，接下来我们要获取什么呢？我们要获取的是要回复给谁，我们要获取回复人的一个作者信息。那么我们再去声明一个获取作者信息。那我们怎么获取到当前我要回复谁呢？同样的，我们先声明一个 commit author， 我们用 commits， 这次我们用 find 找到整个对象。它同样的，我们给它去返回一个箭头函数，把上面的内容呢给它拷贝过来，条件是一样的，上面我们是去获取的索引，下面我们获取的是它具体的内容。获取到之后我们给它重新赋个值 author 等于 commit author author name，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评论的作者信息呢？我们可以看上面，其实我们去回复每一条评论的时候，这里都会有一个作者信息，我们要把回复的 author name 去给它获取到，这里就成功的去获取了作者的信息。那么作者信息获取到了，我们要把它这个条信息呢
插入到什么地方，我们要把它插入到 commit obj， 然后有一个 to 的属性，等于什么呢，就等于它 to 表示我们要回复谁，所以直接把作者的名字呢我们直接丢给他就可以。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最后一步，更新回复信息。那么我们怎么去更新呢，我先把代码写出来，然后我们再去解释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去更新它的一个回复内容，就 commit obj 等于一个什么呢它等于一个对象，对象里面我们用一个中括号把我们的索引放到这里，然后冒号给它一个对象，对象里面呢我们是要有一个 replace dbcmd 点 unshift commit obj，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更新我们的回复内容了。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意思，首先要知道我们如何去 update 的一个数组。那么我们在这里去写一个简单的小事例，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个数组，那么它有一个 name 是一，然后呢它有第二个内容，它的 name 呢是二。现在呢我们需要把第二项里面的 name 更新成三，我们应该去怎么做呢，前面的我们就不写了，直接写一个 update， 前面的叉叉叉呢就表示这一段的内容，我们直接从 update 开始。 update 呢我需要去给它传一个内容，那上面我们这个内容呢其实可能有点不太准确，我们去把它改成一个 obj，是一个对象，对象里面呢有一个 ARR， 其实我们相当于更新 OBG 里面的 ARR。 我们要更新 ARR， 那我们怎么去更新呢，直接在这里呢去写更新谁，那么我要更新 ARR 的数组，更新数组呢我们这里需要使用一个对象的方式，那对象的 K 是什么， K 其实就是我们更新的一个下标，更新几呢，我们更新下标是一，然后冒号，我们现在找到了下标是一的一个对象，然后我们再去更新谁，更新一个叫 name 的字段， name 字段更新谁呢，我们去更新三。其实这种方式就是去更新数组对象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回到上面来，我们这个写法是不是就可以去理解了，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去更新数组某一个下标里面指定的某一个字段。那么我们来理解一下，首先我们要更新 commit obj，它是什么内容呢，它是上面我们已经封装好的这些信息，然后把这些信息我们丢给了谁，我们往下面看，我们丢给了 commits， commits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在这里获取到的，我们回到上面获取到的所有的评论，所以我们再回到下面要找到我们要更新第几项 commit index， 我们在上面去获取到了，获取到之后呢我们要更新谁呢，更新第某项下面的 replace， 然后我们就只需要把我们封装好的对象呢去给它 unshift， 去插入到我们的数组最前方其实就可以了，这就是更新的过程。然后我们保存一下，再把封装好的这个内容呢给它进行了个重新赋值，然后把它丢到这里，这样就完成了对评论的回复。接下来呢到我们的控制台看一下，然后打开 web 控制台，我们点击详情之后呢我们进入到云数据库，那么我们找到 commits 下面的某一条，比如说是给第一条吧，第一条 commit id， 给它添加一个 replace 的内容，看到第一项呢它还是一个空，把 commit id 我们给它复制一下，回到我们的代码里面呢打开我们的配置，然后我们在这里去加一下 commit 杠 id， 然后是这条信息回复成功，这样我们把它简单的配置去改造一下，然后我们去上传并运行，清空一下控制台，我们等待运行完成，这里我们没有去保存，我们保存完了之后呢我们等它运行完，这次可能是不对的，运行完我们一会儿再去重新运行一下，那这里给我们报了一个错误 else of undefined， 那么我们先重新上传并运行一下，还是说我们没有找到 ASER 这个字段，那是因为什么问题呢，我们看一下，报错是在第47号，那我们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说明我们的 commit ASER 这个对象呢我们其实是获取的不对，这里我们去多写了一个花括号，我们给它删掉，既然这里要去写花括号的话，我们就要显示的去手写 return，
所以它会给我们报错，因为我们没有写嘛。同样呢，我们把上面的花括号给它去掉，再格式化一些代码，这样的话呢，我们应该就可以运行成功了。同学们记得我们的箭头函数的一个特性啊，如果我们想直接 return 这个内容呢，我们不要去给它加一个花括号，如果你非要去加的话，那你就显示的去 return 一下，这样去搞就没有问题了。那我现在还原保存，然后我们在右键上传并运行，看一下，把控制台去清空一下。然后可以看到呢，我们的数据啊更新成功，更新成功，我们回到控制台这里呢，我们去刷新一下，可以看到 replace 下面会给我们多了一条记录，这一条记录我们去找一下啊，放大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呢会有一个啊，在这里 comment content 回复成功，回复成功就是我们之前在这里去配置的 content 是回复成功，这就说明了我们的云函数啊已经上传成功了。成功之后呢，现在回到我们的页面里，我们去刷新一下。这里呢给我们报了个错误，错误说我们的 commits box 这个组件呢它没有去注册到我们的页面里。然后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回事，回到代码里面，我们找到 home detail commits box 到这个组件里面，其实我们在这里去使用了一个组件的递归，自己调用了一下自己。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我们使用递归组件的时候，一定要去给它一个 name 值， name 值呢就要跟我们使用的组件名字应该是一样的，这样的话我们再去保存一下，刷新我们的页面。现在呢我们的错误就已经消失了，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第一条评论下面会有一个回复成功，是之前我们上传并运行的时候啊去添加的一条数据。那么我们现在要在代码里去实现这个功能，回到我们的代码里看一下，先找到我们的 home detail 页面，我们其实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是在 submit 的时候，往下找一下 submit， 我们是在这里调用了一个 setupdate commit 去找到这个方法。在这个方法里呢，我们把它的 return 和我们的这个日志我们先给它清理掉，其实这样理论来说呢，其实我们是可以直接评论成功的。然后我们具体看一下呢，我刷新一下页面，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地方的回复，1,2,3,4,5,6，我们随便输入一些内容，我们点击去发布。我们刷新一下页面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输入的1,2,3,4,5,6其实就已经显示在这里面了。我们希望让我们在回复的时候页面呢有一个自动的刷新，那么我们把这个功能去给它添加一下。回到我们的页面里面，如果说自动刷新的话，相当于是我们的 get detail 应该是让我们去重新请求一下，那我们其实是请求的 get comments， 重新获取了一下评论内容，所以我们在它关闭的时候，关闭之前呢我们去重新请求一下，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自动去刷新我们的页面。我们再看一下，刷新一下页面，清空控制台，我们这里输入一个最新的回复，然后我们点击发布，发布成功之后，我们最新的回复就显示。